亲爱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老三，欢迎大家收看今日的节目。来，今日呢，咱这部甲大家来作为分享的哦，讲顾好你的钱啊，钱是足歹赚的啦，哦，所以呢，钱要顾好势啊。老三今日甲大家讨论的叫做，你也知影讲管理金钱，爱有一挂风险，咱来控制好伊好势。什么叫做风险？风险就是讲有一个危险性。钱不是讲第一落地下就掉伫遮呢，伊会走去呢。钱家己会生卡呢？为什么钱会生卡？因为钱吼，伊会贬值啊。什么叫做贬值？就是讲一百块，你即马会当买的物件，比如讲一百块当买一个便当，啊，即马一百块第一落地下，对不？但即马你若是无去了解钱的本质的时，你当下你过几年了，你一百块出来，你买袂到一个便当啊。因为一个便当要百五，啊！你讲我一百块要提咧，但是你的钱无变，但是因为物价波动，物价拢在起，所以你的钱无大无小，煞变薄起啊！安尼是毋是真冤枉？是毋是真冤枉？所以讲，唔单会用赚钱呀，你也会用管理你的钱财。所以头一个观念就是讲，互你知影讲钱本身无大无小，伊会变薄，伊袂变大。基本上钱是未变大，钱是会变薄呢。为什么钱一直会变薄？因为物件一直起价，啊，现在物件一直起价，啊，物件嘛是会落价，这个有所不低。即嘛二十一世纪，全世界人类的数字是有史以来数字上界侪，也就是讲人类的总数一直在增加，一直在增加，一直在增加。所以要吃物件的人一直在增加，啊，所以物价一定是起嘛。因为咱咧讲到钱的观念的时候，我一开始就讲，钱这种物件就是讲，伊呐愈侪人要爱，哦，物件呢，伊就是愈来愈贵。啊，物件愈来愈贵，你的钱吼、哦，落地啊，愈来愈薄。较早一千块足大张的提出来足好用的，即嘛一千块提出来用一捆仔囝走，你都卖走开，你若走开，讲我拄啊唔是落地有两千，你若走开，真紧就无去啊。有种感觉无？有吼、哦，这就是钱变薄，钱先啊变薄。因为大家人拢总要食物件，人一直在增加，人一直在增加。啊，要买的人多，这个物件就一直贵，一直贵，一直贵。哦，大家拢在，大家拢在消费，大家拢在用油，大家拢使用这个资源，所以这资源愈用愈少嘛，因为足侪人在用嘛。啊，愈物件愈来愈少，价钱呢，较有可能愈来愈俗。物件愈来愈少，价钱一定是愈来愈贵嘛。我物以稀为贵嘛。啊，物件是少，就是贵嘛。啊，无几项尔。哦，无贵个呢，当然是介绍袂正贵啊！啊，所以这个世间的物价基本上，伊只有一直波动，一直悬，一直悬，一直悬，伊无啥有可能讲物件变作作俗去啊！啊，都有只是世间人死不了去啊！哈，无人要食物件，凊彩你食，迄物件就变作作俗啊！迄个恢复原始时代，那到迄个时代吼，嘛免用着钱啦，要食水果家己去办啊，要食啥家己去摕着啊，无人甲你抢啊！啊，当然到迄个时代嘛足悲哀。依咱人类进步到即马即个二十一世纪的程度啊，吼，无啥有可能阁登去蛮荒时代啊啦，哦，无啥有可能啊啦，所以你要了解，基本上你落地下的钱，伊就是愈来愈薄，愈来愈薄，这是第一个观念，哦，第二个观念，啥物你的钱会慢慢无去呢？因为你用钱买的物件，伊会愈来愈无值钱，所以咱先来过来来讲，卖随便消费。因为你买一台车，我买一台车，从我买一百万来讲啦吼，你一个月了要卖，敢有可能变一百五十万？不可能。你一个月了要卖吼，一定落价卖起价嘛。所以当咱的钱换做物件了，伊就开始薄。所以讲，顾好你的钱啊，钱啊顾掉啊，钱就是有风险，有风险。啊，你若讲慢慢啊落去，佫无要紧哦。你若万不利你的钱，囥喺落地啊。啊！你讲我想要用钱领钱，看钱会生钱啊？囝未？我这个钱摕来买一个物件，这个物件是会起价的物件。啊，世间啥物件会起价？第一个厝会起价，哦。第二就是股票会起价，哦，有价证券，哦。第三就是讲投资的基金会起价。第四黄金会起价。第五艺术品会起价。但是问题来啊！你讲我的钱摕去买起价物件就好啊，歹势吼。所有会起价物件，拢会落价，
恐怖了你家，我你买厝，厝会起价，但厝卖落价啊。而且你去买厝，你敢若想啊，我买一间厝吼，买伫捷运的边啊，吼、哦，将来就会当安怎安怎？你做梦做甲啥尼好？难道拢无意外吗？恁家隔壁火烧厝，万一嘛烧着咱家内边安怎呢？万一若地动，咱这间厝倒去边安怎呢？迄毋是讲钱一点啊一点啊慢慢咧落去，迄毋是，迄是一摆就拢无去啊呢？所以，当你要买厝的时阵，你爱考虑，因为风险真大。除非讲你爱去另外开一笔钱去甲保险，吼、哦，火烧厝保一个火险，吼、哦，惊意外天灾佮保一个险，除非是安尼。也若无，你这个钱，尤其讲咱讲一栋厝，一栋厝拢过了百万，甚至即卖厝拢爱成千万，所以你要买厝，迄就是叫做风险。所以你莫干那想讲啊，买厝等你起价就好啊，你错了。啊，是讲我买厝以后再租人，啊，你若租人万不利，你若租着拗客，伊他妈甲你住，拢无互你厝税钱无担紧，水电你若漏跑，你就去甲他，啊，你变怎？你看阿狗啊，阿狗嘛爱钱呢。哦、所以你若安尼认真想，钱有风险无？钱有足大的风险。钱上界无风险，就是放喺身躯边上界无风险。但是我拄仔讲，放喺身躯边伊会变薄。好、哦、啊，放喺身躯边会向抢去，放喺身躯边诈骗集团来甲你骗去。好、哦，放喺保险柜，贼来甲你偷摕去。所以哦，钱是一个危险的物件。好、哦，卖安尼讲来讲你会惊。哦，钱是一个有危险性的物件。钱判件算是足正常的代志，钱落去这本来就是合理的代志。你若用你的钱去买一个物件，讲买一台车，咱这台车出去，万一若甲人弄掉，啊，这台车都无价值去啊。所以车都爱个保险，所以一切你的财产，拢都爱尽量个保险。万一若出代志的时阵，你才会损失伤过大。你包括我买一台奥拓牌，因为阮妹妹就是安尼，我妹妹一台奥拓牌，是呢。啊，要外久你用偷看去啊！啊，虽然有保险，伊赔钱也无可能讲像你原来计数啊啦，这个是风险。所以钱当你咧使用的时候，拢会有风险。无论你是买金啊，伊嘛是有可能会落价哦。你去买股票，你买基金，你去买所有这物件，你认为会起价的物件，伊拢总有可能是落价。包括咱最近咧讲艺术品，迄风险是还佫较大，因为你若讲、哦、我买到这个吼。足有艺术价值的艺术品，将来起价唔知起过了百倍安尼，有可能啊。但是冇可能，你看走眼，冇可能这个物件都无值这个钱。将来你讲我一百度掉你阮兜，你拜托别人两千块甲你买，你买二十万，你买别人两千块，人唔甲你买，你变怎？艺术品这个物件是足主观的啦。哦，你讲这个物件足艺术的呢，人两百万、两千万都有可能甲你买，但是冇可能两千块甲你买，都是安尼。艺术的物件。伊无一个讲绝对的标准，那即马拄啊好，大家拢咧销这介绍也真悬。迄若连讲即个物件，大家已经退流行，即个物件待咧路边，你叫环保局来修理，就阁贴袂起，人家咧再分手再造，你免哪讲。所以用这种种的观念，是要甲你讲，亲爱朋友，世间无一个方式是保证你的钱会做袂少，世间无这个代志。只要是钱，伫咧落到落地内底，伊都是有可能会无去。会减少，当然嘛是会增加，但是这个叫做风险，机会啊，无得挂保证啊。啊，要安怎将这个危险降到最低呢？一个简单的观念，就是叫做爱分散，爱分散。你卖将你所有钱拢放伫同一卡拿，你卖将你所有钱拢摕去买车、买厝、买啥物件，唔通呢？咱来样分配，一部分放喺身躯边，那急用的时阵，咱来当用。一部分咱放长期来加以投资，吼、哦，放长期投资一个好处，因为伊长期大部分啊投资呐到长期吼，伊本身因为这个钱吼，伊有利息，利息佫变本金，慢慢啊胖，慢慢啊胖，慢慢啊胖，吼、哦，你啊只要每一年的利息，你若讲物价的波动，咱来讲物价会起一年起3%，吼、哦，100块变103块，啊你100块摕去投资，只要会当。变105块，你就赢嘛，你就赢嘛，对不？所以只要你的报酬率赢过咱物价的波动，安尼基本上你若放长期啦吼，比如讲放一个20年后啦吼，你大部分是会赚，而且是赚袂少，哦，甚至我们赚要几倍都有可能。所以你要一部分的钱，
爱放我登记，你拢卖插伊，你就较远，放一个七年、八年、十年安尼，你卖插伊，吼、哦，这登记的基金，咱是要赚，唔是咧赚讲伊七年赚偌济，是咧赚用时间咧赚啦，吼、哦，是用这个时间累积出来，慢慢慢慢才看到迄个钱，慢慢有在变大，有在赚钱的感觉。第二就是讲，你顶下有一挂现金放在身躯边啊，万一若要急用的时阵要安怎呢？你也有钱通用，吼、哦。过来第三就是讲。你也了解讲，即马全世界物资是愈来愈少，所以呢，投资伫黄金即马一个方式。啊，所以你也当趁黄金继续较俗，加减罔买挂，买一挂黄金坑咧，即马是一个办法。哦，啊是讲，你要讲我买一挂股票，若要买股票，同款，你也买即个公司是一个信用好诶，有趁钱诶，有了解诶。你唔通讲我嘛唔知咧，宋朝都听人讲都甲买，你连你家己咧买啥你都唔知，啊你真正大家歹去诶。咱咧买一间股票是咧做啥物？哦，伊是电子的，啊是咧啊是咧生产这个咧卖衫的吼，纺织的，啊是咧做塑胶的，头家啥物人？哦，这间王永庆咧开的，反正王永庆人开这久的人无倒，还有信用，所以类似安尼，你也会用顾好你的钱，你也家己会用知影讲，这个钱放在倒位，伊的危险性伫倒位，你家己拢爱了解。啊，你莫听人家咧讲哦。听甲你讲，安尼讲开，比如说，人来甲你讲，一定甲你讲，偌好赚，偌好赚，佮偌稳吼，这钱一定安怎？嘿，你拢听听就好啦，你拢听听就好，你唔通真正拢大笔钱怎拢怎啊弄落去安尼啦？哦，啊，咱最主要吼，其实吼，钱吼有够用就好啦。真侪朋友吼，咱就是足惊钱无够用，所以咱足无安全感，咱拼死命赚钱，啊，这钱吼赚着，我拢唔敢开，我拢啊欠起来。欠讲我将来才要用，结果哦，等家你真正要离开世间的时候，钱存一堆啦，啊拢用无掉啦。我所以老三今日来提醒讲，钱还佫一个风险，钱的风险就是讲哦，你欠足济，结果家己拢用无掉，安尼可怜。钱上大的风险就是家己拢用无掉，家你死的时阵也拢带袂走啊，无彩你也过个真辛苦。所以用钱是种艺术，该开的时阵咱就佮开。所以人有一句话啦，讲投资吼，啥物物件拢贬值啦。你投资啥物物件吼，拢风险啦。但是吼，你啊投资伫家己啊，这上界有价值。我非常认同一句话：钱要互伊这个钱有价值，就是投资伫家己的身躯顶。哦，开钱去学物件，家己有进步，这个上界好。哦，出去佚佗，家己有更加看到这个无共款的物件，有进步。这些钱开的都是有价值，开钱我家己健康，安尼都是有价值，就这个观念讲给大家。好，这样是这一位的，休困等下了，继续来讲。来欢迎回来老三的节目，来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人生金融圣经说，我们做人不能贪爱钱财，爱以自己现在有的为满足，这是一个原则，不是跟我们说不用投资不用理财，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你做你该做，但是你的心不能贪，其实管理金钱最大的风险是什么？就是贪，就是你想要在最短的时间去赚到最多的钱，这种贪念出来的时候，这样你的理财不成功。但是我们现在的环境大部分也是在说这个，我们的广告啦，还是说你如果去电脑在看这个方面，人家在教理财都在强调这个，还是你电视打开，那大家也是在操蛋说，哦，你这钱欠我这，多少的时间我给你的钱，一万变两万，一百万变两百万，然后你加倍，我赚多少，哦，我们听得很重要的，往这种心态都是很可怕的心态，因为钱的这款物件，就是你爱用时间慢慢啊解吞，哦，慢慢啊解安尼拨啦，对啦吼，慢慢啊来，慢慢啊来，哦，时间久，这个钱合理的利润才会出来。你讲我今日我一万下咧遐，一礼拜就变两万，这叫做暴利，哦，这个利润吼是伤过悬去啊。安尼，那这种物件，伊若要了，原来是了真紧，一定是安尼，哦，所谓。钱财管理学一个不变的原则，就是那赚愈多，也是代表有机会了愈多。
迄就是危险，迄袂输敢那是跋筊同款。世间靠才好赚，咱若拢才好赚，世间就无善恰人啊嘛。大家嘛好野人，钱都才好赚啊。啊，你要听人讲，咱人两支脚，钱四支脚是安怎？因为钱都先走嘛。咱若讲我这足好赚，谁来足好赚呢？因为一定足危险，一定先危险。那无大赚，无就大了，都是这个危险先。哦，所以你家己应该会记哩，就是咱要赚的钱是看寡赚，慢慢啊赚。哦，你卖用即卖外在，我即卖会当甲你讲。咱整个社会在讲的这投资的这理念吼，这内底吼拢足危险的啦。因为伊要甲你讲投资的时阵，伊就是要赚你的钱嘛。伊无想讲我老三，我今日老三在讲这个系列，我叫做顾好你的钱，我甲你收钱，无啊。我连讲叫你都加自由加乐观，我都无啊，我拢无得到什么好处啊。所以我纯粹就是讲用服务，吼、哦，用服务讲啊，一个观念讲我大家听。啊，外面嘛足多人讲啊，服务观众哦。今日见哦，三个名额免费哦，吼、哦！来，你若今日加入我的会员，我安怎我给你服务？迄叫做放长线钓大鱼啦。迄目的到最后嘛是要赚你的钱啊。但是我老三在做这个节目，我干嘛想要赚你的钱？我拢无想要赚你的钱。我干嘛卖药啊？我无卖药啊。我干嘛卖什么产品？我无什么产品。我干嘛叫你加入我的会员？我咧收出的会员的费用，我拢无嘛。所以今日我咧提供这个理财观念。我未去甲你讲，叫你来买啥物件嘛，对不？因为我若叫你买啥物物件的时阵，迄就是变作讲，我有咧甲你，要哪讲？有可能我若叫你买啥物件，有可能因为我做这个工具，我得到好处啊，我提红包啊。比如讲，我叫你讲，哎，啥物所在已经厝，已经厝，我咪买钱。讲无定是人咧卖厝的人，伊有付我钱啊，叫我伫电视中甲你讲啊，啊，你听有无？啊，即马电视咧报名牌，老师都是安尼啊。伊即马叫你讲买多少支股票，多少支股票，迄有当时啊，就是迄公司有甲有交接啊。讲啊，拜托啊，拜托啊，电视顶吼，嘿，即支吼，小报一下安尼啦，吼，啊，报报咧吼，我只偌济互你啦。讲啊，歹听，电视中即每一个即咧报名牌，即咧做股票，即股票分析师有无？尸体的尸啊，嘿，股票分析师啊，嘿，毋是为着赚钱，他来去讲，你甲变哪济？都是为着赚钱嘛，伊所做的一切一切一切，讲到偌好听，为着赚钱两字尔，讲服务服务是骗人的啦。那服务就卖甲你收钱，伊若在店，我甲你拢甲你服务，我拢无甲你收我的会员的费用。你若赚钱，甲你恭喜，我拢纯服务尔，无可能啊！一上电视嘛爱钱呢，对不？伊去电视买，讲我几点，讲到几点，伊敢免钱摕到电视台？你当作讲电视台请这某某人来遮做善事哦？无可能啊！伊的目的就是赚钱。即马银行卡电话给你，讲啊太太啊！哦，先生啊，哦，阮即马银行推出一个什么什么，啊，要甲你服务无？银行卡是互你是送啥？要甲你请安哦，你食个歹咧。银行卡是卡电话你就是，要甲你赚钱嘛。所以市面上在甲你讲理财的资讯，哦，什么什么，我跟你讲，真正大部分，迄拢是为着要甲你赚钱。所以因所提供的方式，拢无一定是真好的方式。所以我要建议就是讲，你唔通去听听这些消息，啊，连咪买这样，连咪买那样，包括什么直销，往最可恶直销，是安怎？啊，你加入我的会员，哦，这足好做，这你看咱这蓝钻，哦，这做到什么什么，你咪来做，真侪人这边也未输，跟咱鸟鼠会同款啊，迄钱有起无转来，哦，所以讲直销这种物件，哦，你若讲伊的产品未歹，我要吃，安尼可以啦，啊，你若讲我吃来，家己我做头家，我哪来做？我建议你哦。免啦，免啦。那一百个去做直销吼，真正看五个通赚钱也无啊。哦，直销唔是真好赚。歹势，我知影咱个足侪观众朋友，然后咧做直销，哦，啊，老三你也讲安尼，因为我即马讲是坦白，啊，你讲我有赚到钱，哦，啊，你真正你好命，你算去五个内底一个。因为大部分人做拢赚无到钱嘛，因为种直销的制度，就是爱靠咱每一个人拢爱去推销这个产品嘛。啊！你推销这个产品的时候，咱大家拢去推销，靠下面的人有咧用，咱才赚得到钱嘛，对不？啊，所以咱就必须要一直高声人去买这个物件嘛。我就较反对这个，我就较反对这项啊。因为难免你也有当时啊，也是为着要赚钱，你去鼓励人吃这个物件，并不是讲这个物件真正伊的需要，这是有一个危险性的啊。哦，所以这个商业的操作，我是比较较反对。当然，直销的制度有伊的意义，这嘛真好，咱免得互别人赚。哦，咱家己赚安就好啊，咱家己用家己有赚，安尼嘛真好。所以我的建议就是讲，你若
食到一寡产品未歹，你加入伊个直销，你去消费，我感觉这未歹。但是你若讲要用这要赚大钱吼，我真是相当的困难啦。哦，啊，当然有少数，有啦，有少数，咱真适合做推销员。哦，咱来做了成功，我甲你恭喜，我诚心我甲你恭喜。但是你若捌试过啊，已经提真济钱出来，家己买产品去送人，佮安怎怎，钱开一条佮赚无钱，我请你说说，物件等下家己食就好啊。那唔好佮想要用这来赚钱啊。哦，这种物件，伊本身就是有风险啊，所以讲。商业的物件，这个商业的社会，这个骗钱的代志，不管是条例过，也是无意中，这种制度本身会卡到你的钱，这种总是风险。任何一条钱要开出的时候，我的建议就是要跟人参详，好，包括你要买物件、买车、买奥多买任何物件，你也跟人参详，咱来尽量降低这个风险。哦，比如讲买车，你来有熟悉朋友，咱买中国可靠的中国，安尼省一笔钱，是不是安尼？啊，咱尽量要用物件，咱跳槽市场上网，咱来当去买，哦，尽量要注意开钱这类物件，愈细腻是愈好啦，哦，苦口良啊，这些苦口婆心啦，哦，良心的建议啦，吼、哦，这部时间到这，后一集请继续收看老三的节目，多谢。不讲未爽快，现在有人哦。人家翕起来吼，有够水的水哦！啊，我那拢做袂到啊。老师们咧，这么用心，拢请这么好的老师，就是一个新的观念，互你。人今仔日吼，我请老师来甲你讲话，一个观念啦，就是吼、哦，用镜头来画图啦。你唔是跟他讲用镜头来记录记忆哦，甚至你讲，我就想要画一个物件，我想要表达一种艺术性的物件，用镜头一旦甲画出来，啊，用镜头变哪画？啊，我们用镜头来搞这个吼、哦、颜料，无唔是啦。啊，这个我等下请老师。题目你看，来老师先介绍一下。嗯，大家平安，我是台南科技大学美术系的萧飞贤老师。是，镜头画图边啦，为阮理论卖讲，好不好？我先请老师直接题目也一张图。哦，来老师，咱这张图先给咱观众朋友先看一下，什么叫做用镜头画图？迄、图你即马看咧，你就有迄个感觉去啊，有迄个 feel 啊。这是啊，这是一个夜间摄影、啊，对，但是经过外围度了所呈现出的新的感觉。是，好来 ，OK， 好啊，看下镜头来，说明一下，这是我这是什么特技啊？因为我今嘛伫遐美术系咧教册，对，哈、啊，当然大家拢就欣赏我伫美术系的玩意是底下就做不同艺术的一档结作会啊，真侪艺术的当底下当拢来结合啦。但是伫摄影吼、哦、表演内底，我嘛教过美容系。那什么什么？我好美容系，我兼过课哈。美容系就是美容，美容。你讲那个化妆诶，最重要。为什么你知道？因为你化妆了后，你无可能为了困嘛，你一定要卸妆嘛。系啊。所以你来当我翕相了，甲留咧。哦。我常来讲哦。参与使用前、使用后的艺术啦，一些所谓的一些参与学校，他要学摄影，为什么呢？他煮一个料理的菜出来，哦，你无敢翕起无菜嘛？是啊，小煮干的死去啊嘞哦，哎，对对 对，所以那是教、我唔捌想过室内设计，哎呀，都爱教啥？室内空间的拍摄、建筑的拍摄，最实用嘛。哦，所以翕菜跟翕装潢拢无同款，哦，无同哦，对，所以我是感觉哈，教育哈很重要的就是因材施教，就针对他的专业。能够在他的一种教育的内容当中，可以正确的摄影相关联的物件、所以我讲我伫美术系，我想快乐的所在是，都是用美术的基本上的一种创作的技巧、颜色的认识、对绘画的笔触的技巧，迄种的美术的观念就对了，但是不是用笔，是用镜头，能够结合两样影像、所以这个在摄影来的。表现方式叫做美术摄影，美术的两面啊，这是大家真罕来听，真罕来听对。美术摄影，所以这是像讲你这是翕了更加加工还是无？对，就是我拄要讲的，大家看迄相片呢，对吼，就是讲翕了时阵，它是原稿，对，出来时阵，因为会当用以素描为基础，所以来这你拄要看到迄有条线，迄都是用美工刀刮，你看迄颜色是用蜡笔。颜料去涂的，所以你是说，我即马翕了先洗一张相片出来，底来在作画。啊，迄张相片那个动作是图，图对，来啊，咱才开始那个加工、加线条、加色彩。啊，即马加工了，够翕起来，都一个，
啊。所以我弟弟甲先讲吼，恁所做的那些作品吼，独一无二，独创性都出来。所以现在叫做美术摄影。对，所以我讲独创性是啥物？就是把你的专业，你最拿手的绘画，运用在影像上面。所以影像跟绘画的结合，那结构一加一一定超过于二。所以影像的改变、影像的创造、影像的突破，已经随着在你专业领域的结合当中，创造出新的影像。所以很多人没想到对吧？将来自拍，跟你拍起来，拍起来了后写出来，吼，写出来，再过来画翠秋。为老人班，过来搁翕起来，讲这就是三十年后的我。大家会讲，即马电脑啥物拢会使对吧？无同吼，无同款，原料的色彩，甲绘画肌理，迄种结构甲电脑画出来拢无同款。老师真专业，因为吼，真侪人都是问这个问题。我老师你都这麻烦，你搁写出来，迄都伫电脑内底，咱都会当拢做啊。但即马老师在讲啊，你电脑做的，甲你先。印出来，咱再个用手工，再个再加翕起来，迄完全无共款。对，所以你看迄肌理，吼、哦，肌理迄规个吼，你就会看到整个肌理的所在有刀刻的感觉，都会颜料、哦。所以这种感觉就等于是晚上的摄影，因为晚上无彩度，对，晚上个黑白明暗，好、但是今麦时阵你会发现到，经过彩绘之后，晚上嘛有色彩啊。了解，有种立体的感觉出来啊。所以这个就是美术摄影当中，我讲这美术系我最雄厚，所以我叫做进化论，用镜头来绘画。啊，你嘛免美术系啦，观众朋友啊，咱大家拢嘛当真做艺术家对无？你都家己翕袂了，你再去用各种方法，吼、哦，用你过去的美术的基础，咱就无要卖钱啦，对无？咱家己来创作，创作了佮佮翕起来完全无同，啊，差别对，差别就是讲，咱这家己佮加工做，咱会当佮裱起来，会当吊一吊。啊，人讲哦，你真厉害咧，一个秘密。哈哈哈！这收看老三公告学到的秘密哦，今天足感谢大家收看，感谢谢老师，谢谢。